现在来到的是海口的骑楼老街，这一条街我走进来瞬间让我感觉我走在了马来西亚的槟城，真的超南洋风格。你过来看，海口的这个骑楼老街啊，应该是来这里的人必来的一条街。这里真的啊，不止这么一条街啊，它有好几条街，基本上都原址，但是有一些是修复过了已经。我就不背出来了，我就看一下资料。资料就说它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所建立，就反正有一点点巴洛克的风格。走在上面还挺有感觉的，如果在旁边喝杯咖啡、喝杯茶的话，更有感觉了。来杯马来西亚白咖啡吗？有一些是翻修过的，比较新，我觉得让它旧旧的，那特别有味道。这里有个海口非遗文化馆，它是免费的，我们进去逛一下。嗯。等一下要去吃一个很有名的蒜香排骨，但是呢这个我也想吃，所以现在打包一下。这个辣汤饭也是这边的一个特色，两份。哇，上面是汤，好香啊，下面是饭。哇，真的超香的。 我听他们介绍就是说它是牛杂，然后用胡椒煮的那个汤，然后再放饭进去，还有腊肠。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吴日彪排骨了。我们刚刚去找他的老店，他的老店关门了，他的老店特别有风味，就是挺老的一个店。然后他现在开的这个新店了，这就是蒜香排骨是吗？也可以蒜香鸡翅，蒜香排骨，这个蒜香鸡翅，55一斤。哇，不讲了，有大蒜粘在上面，好香。我闻着特别香哎，确实很好吃哎。这里面有鸡翅，有排骨，是外面特别脆，咯吱咯吱，好好吃。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吗？嗯，现在是排骨啊。里面有脆骨，好好吃。确实好吃，里面就很入味了，它不只是外面有味道。我刚问了，这里面是猪杂，好像是猪舌头。哇，好好吃啊，这个是不辣的，我等一下再吃个辣的。辣与不辣它就是胡椒放与不放，好好吃。还有咸菜，